我刚才讲的日本蹄跟银带蓟属是热带，日本蹄是温带种，银带蓟是热带种。它们呢，大概占我们普通抓的所谓乌拉鱼的90%到95%，还有5%才是经济性的鱼种。但是因为抓起来是非常的多，难免会抓到一些经济种，所以当然环保团体或者一般人就会有所指责。那事实上，日本蹄或银带蓟种，它们的生命周期大概是有些是一年，有些是一年两个月。你不抓它，它也是死掉。哦，啊你它进来以后啊，你还要把它抓一些，它其他的长得大，否则的话，它根本食料不够。所以，适当的利用是正常的，啊，是正常的。在科学上，我们每年都会像农委会都会业主啊，大概我们每年都会根据科学数据，那今年的总量多少？那几月到几月不能抓？比如说经济性鱼种鱼苗占比例大的时候就不能抓。事实上有在管理，有在管理。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全球变迁啊，比如说日本蹄减少了，那我们怎么保护它，让它度过这个全球变迁这个时期，它的资源就马上恢复。啊，现在是课题是这样，啊，并不是说它其他的问题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好，请。